画面中，一头雄狮突然从草丛中冲了出来，这可把三头正在吃草的牛老二们给吓得不轻。不过还好是野牛们反应快，才没有被雄狮当场扑倒。不过雄狮可不会这样轻易放弃，仍然紧紧地跟随在野牛群身后奔跑。终于有一只野牛落单了，雄狮瞅准机会一把跳到了野牛背上。难道野牛今天就要栽在这里了吗？其实不是的，野牛的同伴还没走远呢，雄狮审时度势还是从野牛背上跳了下来。愤怒的牛老大带头就向雄狮发起攻击，剩下的野牛兄弟接着也赶来助阵。面对这么多的野牛，雄狮还是挺慌的，先战略性撤退再说。其实他们是想诱敌深入，结果上头来的牛老大还真的上当了。不过就在雄狮想动手时，又有一头野牛杀了回来。二打二，雄狮还是有点心有余悸的。不怕死的牛老二挥舞着牛角就朝雄狮们冲去，又吓得两头雄狮愣在原地。当雄狮反应过来追出去时，野牛群掉头就跑了。看来两头雄狮今天又要饿肚子了。